请敲锣。大爱共善，救苦苦乐，慈源普世，台南，台南 ，Go Go Go！ 锣声敲响，队伍出发。台南市长黄伟哲走在最前。对于台南市民来讲，地震是感同身受的，我们自己曾经经历过那一段日子，所以呢，我们特别的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起来响应上人的呼吁。驰援土叙强震从台南静思堂誓师启动，连假四天行动持续，有285个点，那341条动线，那将近有3000人次，那会在整个大台南地区木心木爱。市场、公园，人群的目光瞬间聚集在志工身上。路上有的还骑脚踏车，赶快追过来啊！有的赶快追过来用跑的，都有。罹患小儿麻痹的黄月秀，以往都用电话募款，这次克服行动不便，欢喜走上街。这一次能够拿着箱子，我就觉得嘿。很开心呢、能够付出自己的一点心力就很开心了。不止慈济志工，这对母子党穿上背心，以爱为名加入行列。身体比较不方便一点，那还是看到我们的牌子，那觉得说来去注入一份自己的心力，这样子的，看起来是蛮感动的。台湾困难的时候，人家土耳其第一优先来到台湾帮助我们，现在我们要回馈啊。志工、民众齐心付出，让善念共聚，也亲自见证苦难中的慈悲。带新闻陈怡珍、陈立伟、王淑桦，台南报道。